能能行吗？你拿这样的吃过嘞？几十斤吧。搁百货园儿，你再不这一次你这可能你就吃这一次嘞，下一次可能老嘞。不管吃嘞。我不知道。管吃啥都管吃，这水果放啥肚子吗？我说别再拉肚子了，咱嘴里不拉肚子。这几个也是差不多都算是满杯了。这个里咱的玉米我感觉是管吃的，比这多。嗯，我感觉玉米你本来都是老的吧？老家的呀。俺老家玉米都老嘞。我管的是只有下雨才出的。水果呀，玉米是浇的，这都是浇里出来的，这是只下雨才出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子。今天的话，我准备带着橘子还有孩子去我岳母家，然后一趟。我弟媳不是出月子了吗？正好呢，就是我们去看一看。期间我们也去过，只不过说没有拍视频。这段时间老家的菜地有点旱，但是我妈呢想着说，不管旱不旱，也准备从家里带点菜给送过去。因为有时候老家地旱的话，菜欠收的话，那菜的价格自然涨上去了。再说了，自己种的那肯定跟超市的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老年人嘛，他就喜欢带的话，那就带。这边我回老家，然后拿点菜。今天天气还是依然很热。妈，哎，这汤上可以啊。啊，汤上打开。哎呀，搁点老老的，搁那汤上蘸的。都喜欢吃，弟媳妇儿、儿，还有俺岳母都喜欢吃。老婆些可能也得喜欢吃，都喜欢吃。这是前两天弄的酱豆，嗯，我们都装好皮了。啊，我都专门给他装好皮我的，到时候也带过去。拿了拿走嘞。炒菜加馒头都可以。搁这好了。得无油无水啊，这样的话保证时间长。晒的也干得很呢。你看腌的这个汤蒜都有味儿。排汤吗？自己吃的话，吃一年你也吃不完，这都是说给亲戚朋友。是的，咱自己吃多少呀？买的话，有时候它不一定比咱干净卫生的。这咱洗几遍，它弄的干得很。再加点水嘛。好。要不然它下不去，你看，堵这儿了。那你没这个水不中。这个豇豆到时候他们吃了吧，都放冰箱里头了。那个豇豆哎，炒菜吃，就馍吃都中。很快，一星期都吃完了。那得药片好吃，因为我们没有加防腐剂哈，就是说白了，我们自己弄的，就短期之内，一周之内，一两周之内吃完就可以了，也不存在什么其他的要求。弄了大麦白馒头，嗯，才是就是这最好吃的，嗯，染了个水里泡着它不会坏，嗯。这边是连汤带东西的，连汤连水带锅，嗯，基本上的话它不会坏，嗯，这个的话短期之内吃完就行了，这个放到过年也坏不了，吃完的话再拿，哎，吃完咱还有的再拿。这边我爸我妈准备在屋后，然后再摘点菜，冬瓜我们不是腌了吗？你看都腌的，之前吃了一批，烂人的都死了，现在还有呗吧？还有点，还能长得不好嘞啊？嗯。你摘摘点儿看，摘点儿几个嘞？摘点儿，是找找看看几个。啊，搁这盖着的嘛。这瓤子都看不见了，还会有？瓤子不咋着嘞。这是的呗。俺把盖着的。啊，这种。是的。这得有个十来斤。多少两了？十来斤。多少两？这有一个，哎呀。两个养了。没吧？这炒咋没了？哦。炒。嗯。确定。就剩俩了吗？那光剩这俩嘞。剩俩了吧？给他一个，咱留一个，然后俺岳母拿个大的吧，好吧。走，那这俩差不多。嗯，这个大，这个小点，咱留着吃多了啊。啊。就这一个冬瓜，他吃的话，吃的生的话，也得吃一个星期。光跟肥。啊，炒菜，光吃一星期。我们腌结的多。看瓤子都不结嘞。来割断它。啊？瓤子，这个这瓣给它割着。切。慢点，别把它破皮了啊！咦，这个把太硬了。那瓤子可好的，好嘞。这冬瓜得有十来斤吧？有。但不管它多少斤。这月子热慢嘞，热慢嘞。十来斤。这。俩都热慢嘞，热慢嘞。朋友们，这个筐是很大的啊，这俩冬瓜。
天呀，这些堆满了，本来还说搁着韭菜的，没事，搁着拿走的多了。拿走的多了。嗯，马尼边上今年的韭菜不咋熟，咦，但也能卖上价钱。这韭菜味儿好。嗯，卖上价钱。我给要袋儿上搁着韭菜。也可以这韭菜。嗯。俺爸说的，就这儿的韭菜啊，人家都喜欢买，人家都喜欢买，到哪都不够卖的，一块钱一包，经济实惠。你说因为啥喜欢买吧？咱是那种老韭菜，不是那种宽叶子的。嗯。咱要是韭菜吃有味儿。细点是吧？嗯。再下来以后，这旱着没事，浇浇水拖了。那旱了管浇水，下的很那都，你没办法。爸，这我结的油吧？早上嘛，我还有俩，有几个。看长成了不？老的应该没有。这个有点小。这哪还放歪的？这有俩是吧？这哪有？搁这儿。一个青，一半青一半黄，看着也得有个，也得有个五六斤儿。这个长的，这个乱。这个煎面都在片上。这个嫩好。你知道多少钱一斤买在那儿？十块钱一斤。哎呦，娘哎，我连菜没吃。直接弄的。10块钱一斤。十块钱一斤，就这一个带个。好几斤了。带个10来块。多沉。你看这个。这个还没长黄呢呀。这个像黄的这个，你看多长。这个还得再长长。嗯。因为这个要留种的吧。留种可以是吧？留种的。现在我收的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，像那种就是一半青一半黄的还能再长长。这个煎面条是炒辣椒，炒点嫩，好吃。这边我妈说再挖点大葱过去。我这边给她挖几块大葱。在超市买的话比较贵。没几块，那都还没长好的。腌的是吧？腌的叫人腌的心焦。也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弄冬瓜的时候是吧，我们当时收来点冬瓜，要不收的话在冬瓜都吃不到嘴里，在地里都弄了。好嘞，好可以的。这小虫一把是多少钱？那个这个可贵，两块。2块要点儿。这一大把得5块钱。这个像咱地家的菜太少了，咱上那里看看有玉米棒子，咱得给他摆点玉米棒子。主要是腌的呢，也不能怨咱，咱已经很用心的种了，老天爷他，是吧？咱比人家也好点儿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咱这个得要种着，完了要不是你啥也没有，是的，种难的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妈，咱这茄子你看腌的太厉害了，你看。茄子腌的辣椒都死了。个别茄子长得还行哈，嗯，但有些茄子你看它个枝子上都旱死了，像这种淹死了啊，不是旱死，淹死的。你看这个摘回家吧，这个不摘回家过两天估计个枝子上都得旱死。都是的，嗯。你看这，要不是这一点茄子长得也可大。这边我和橘子不是要去我丈母娘家吗？我妈说家里有什么菜让我过去带一点。这边摘的吧。你知道呗，因为现在菜受灾了，这超市的菜现在也变贵了。你说这菜都贵呗。嗯。都这茄子都几块呀、啊。嗯。都要都5、6块，你说说、嗯、你没办法，你看。嗯。你看都是咱这一块，都是它可嫩，你别看这样子嘞。这比超市的好。啊。新鲜。你这个茄子看着也怪新鲜的。哎呀，别看受灾了，现在的就是不一样。那也肯定啊，你看这鲜亮亮的，这也有一个的。妈，这个青茄子搁树上都直接烂了吗？坏了，就给它剪的。嗯，都在你那剪的，不剪它不结。最值得。嗯。哎呀。你看弄的。往年的时候，特别是去年，你看那时候天气也好，是吧？那茄子芽都吃不完。当时还晒茄子干的，今年不要茄子干，连自己吃的都够呛。那可以说说嘞。你看这个辣椒。
咦，这个籽还管药呗？这个也不咋着。不如把辣椒弄起来拌吧。要给它摘的。弄起来拌，弄起来拌，辣椒还可以。这个辣椒可辣。辣不辣的，给它弄起来拌吧。啊。要不然的话都坏了，你看。你看。旱嘞。你看都。这湿嘞，下雨下多嘞。都蔫嘞都。啊。有时候。这辣椒天天摘，这胳膊都天天下雨似的。你看下雨下的。你看这都这一粒都浓了，你看了。这不管要了。啊，这浓了不要了，咱管要这好的。嗯。这个现在也种，看着可新鲜。妈，你看这个值得汗的。你看，这茄子，哎，可惜人么？要不然的话，你看光接到这个。夏霜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去年你看晒多少杆儿？那是。今年是。杆儿晒不成了。这边我妈说这个菜虽然淹了，但玉米基本上没啥事啊。我们家玉米比较多，摘点儿，给我这个丈母娘去尝尝。然后呢，玉米这也是这个时节去吃的。玉米还可以哈，就是沟边儿的都淹了，就这边的没有淹。这边高一点，这老嘞。掐不动了，哎，这有点老了，这能过一段时间。管摆摆喂鸡都。当粮食、炸苞米花之类的可以。啊，是的呀，我看有轮的，我看这几个差不多呗。嗯。我看这几个。俺大白地里也有，反正就是随便摘摘，吃两顿你吃不完。哎，是的，我瞅瞅中不中。主要是看那个须子里。你都老了。啊。都老了。这儿老了是吧？这都老了，你摸摸。这儿老的话，只能全大白地里。哎，掐不动了。俺大白地里，俺种的也有。嗯，你看它须子，它老了，肯定都老了。啊，这都不用掰，肯定是老的。对，掐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摇不动。摇不动了。你看有管子的不？不动。嗯。这一号的没枝的开。嗯，这没枝不行。嗯，是像这一号的苦力皮的。嗯，这也老了，这也老了。这都老了。嗯。它是一起种的，只是说这那弯的是补的。不如那咱地里，咱地里可以。咱地里，咱可以瞅瞅看管子。嗯。你慢着，你看这水，新浇。这也干，还没授粉没籽。这籽不行。这都没籽，你看见了没？再长。再长也不中了，它都没有授流粉。这后面是我们南地的这个耕地啊。这是大块地。六顷亩地呢，这里面的这个玉米应该没问题。这玉米是弯玉米。它是的，这。那是纯玉米。有管吃的得找。有管吃的。绝对有管吃的。嗯。可不赖看着啊，嗯，这个有点老，你看这里面都是嫩的啊，这个种啊，这个有点嫩，是吧？可嫩，一都嫩都嫩，这个种摆可以吧？嗯，随便摆是吧？俺丈母娘都吃不完，不是俺的丈母娘吃的，他老婆也吃多少呀？年轻人，你看这都嫩的很啊，嫩的很，嫩的很呢，也摆两磅呢，摆两磅呢，看这个，我看嫩，都能掐出来水，嗯，可以。这管吃了，咱到时候也往摆着吃。哎呦，有点嫩还是，啊、有点嫩。这嫩的溜汁儿。啊，这小江小妞妞，嗯，他那号的小孩好吃这一号的。咦，出水，嗯，出水，可以。好，摆着吧。这儿的可以。没这个不能看到。嗯。你这个种。好不赖，你看多嫩啊！哎，这嫩的很。拿下了呗。拿下。你这个好。你还别说，原来还刚开始俺俩来地都有点垂头丧气的，说这没有玉米棒子，这真是心里有点难受。嫩的乎的。你看，这种是随便一掐，它都出水。啊，这一号的都是嫩的很。有这点哈，后面是坑。我知道。你要这坑多深呗？得有30米深。这沉。啊，你这都一不留神，哎呀，你坐这雨下的，这水一直下不去。这边是你看这个也种。这个也种。嗯。哇，多嫩。嗯，嫩得很。哎，这是白玉米还是黄玉米？黄的，它还通嫩着的。嗯。反正这个太嫩了，嫩得很。这种玉米棒，大人小孩都喜欢吃。嗯。
这一号的官方冰箱的。可以可以。嗯。我妈这边还要掰，你这可以了，都吃五万，冰箱都载不下。给它弄几个，给它再轮。嗯。搁冰箱里给它好。冻起来。啊，冻起来好吃。嗯。或者咱摆的叫那成牛的。嗯。冰箱也给它冻起吧。冻。再蹦，你不冻了。再不冻，再停几天都没有了。别看现在是一块钱一半，过几天两块钱一半卖不着，过了这个季节都贵了。好，走啊，这差不多了。哎，我弄太沉了，这咱俩太大。你这肉是可沉，沉得很。嗯，那我拿吧，你坐。慢一点啊。好，我弄。到沟边上。多沉。你看那吧，嗯，这几天买菜买的，要给要带点肉摘摘。摘摘好些啊。是的，摘摘他不扔那些垃圾嘞。嗯。冬瓜的话，我们就拿这个大的。啊，中，拿那个大的。这个也绑好了，待会儿都拿过去。这辣椒切的我腌制完了。那你咋弄啊？今年种的芝麻，我说的咱吃芝麻油的。今年芝麻白、芝麻油、芝麻盐差不多。嗯，俺爸帮到把劲。你把你那买菜买这技术嘞。不然嘛，二爸你也要呗。嗯。派上。乱麻汤。这个的话，它。放了冰箱里，可以吃很长时间，因为要是这一次不给它端那儿了，等下一次吃了都没有了，没有了都，因为就这几天，那要不几天都要了都。你看这边装几十斤，这边我妈说菜太少了，就来超市，嗯，买点东西。欢迎光临。4块钱三斤吧。这套是2.98呗，还得3块钱啊。这个。好，2.98应该也甜吧，捡上吧。我发那个，我不累。捡上吧。好。这个吧，捡吧。看着也可以。嗯，俺那个豆一天卖11筐。10来筐。可多少卖的都9块。是的，好的还是好价钱。捡着，套可以。这西瓜都太大。你给要买20多斤的，他吃不完，看有看有10来斤的不？这个、啊，你拿出来。我拿着看。都太大了，这瓜。这一半都可以，香蕉。这一半吧。嗯。香蕉真的也贵了，反正瓜果都贵，真的。西瓜前段时间是几毛钱，现在都涨到1.5了。少了，嗯，少了它都贵。嗯，这个梨也可以。嗯，水果梨。这是青梨，2.98。嗯，也可以，这口感。看着也是跟苹果差不多。捡好的啊，捡那种光光溜溜的。捡个好点的，给这个。你别看底下，它有的。嗯。它底下搁的有半拉。哦。都可以的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往底下有。嗯。啊，这个种。嗯。这是那个下黑葡萄也可以，你看，可硬哈。看着种。捡好的来2把。好。嗯。完这个。一样。主要你在上面，这也没麻呀，看着吗？嗯，反正找着好些。好。咦，这水果可以。昨天买的这水果鲜的。这都新鲜。咱城里的冰箱里不还一只鸡的吗？嗯，
你说那个冷冻那个是吧？啊，好好好，给他马上过去。中，那是前一段时间，就是前两天买的，然后也没顾上吃。中中，拿过去吧，反正啊，拿过去吧。嗯，主要是我们刚才在超市想买整鸡，发现这个点儿整鸡卖完了。完了。哎，整鸡下得快啊。下过来完了。嗯。嗯，下午去咱妈那时候，把这一把大干豆角给妈拿过去。好，这个是老饶给我的，我咱没舍得吃，还给俺妈给俺妈点儿。咱不是咱家也有点儿吗？排档排档，这这。牛肉可香，我又拿出来晒了。前天不是下雨了吗？下雨了，我给它拿出来晒晒。咱老这个最上面这个种是脏的，这边是那个焯水焯的。好好好，带过去。媳妇儿，冷冻室有个鸡，给带过去。这鸡别带了吧，带咱妈之前我打电话说他上次咱带那个鸡，然后给他留一半，这小孩也难说了，咱带啊，对吧，咱拿只鸡过去。啊，都是玉米，非常嫩的玉米。六顿饭呀、啊、六顿饭，一天几顿饭？六顿七顿。一有娘哎，一天六顿饭，茄子还是别想吃。茄子病了，我自己吃。死了，我太冷，小弟弟下了眼了。西西，小弟弟睡觉了，等他醒了再给他玩，记住了吗？记住没有？我记了主意，我回来要吃你的。爷爷奶奶种的玉米，你别看这不多，咱有几十斤呢。你看一看，咱都半包了，还有几十斤。我说妈，你要是弄弄得病样的，我说这你看嫩不？就是可以掐出来水。嗯，嫩的，小孩不肥呀。弟弟，那个，姐姐我说的，都这个用的，嗯，熬水喝，天天喝。可以。那人不带回来，那回来我给俺拿去。他对我说的到初，他到星期三弄，你可好啊？你看，天哥做的，这西瓜酱都不辣的。老王，这个要吃又好吃也、啊。嫩南瓜。咦，好嫩的。老王拿不住了，我给老王放这儿。这能的，这个还有这个羊壳真好，那好的呱，给恁姐姐，俺这能。煎面坨子，你行得很。还有这韭菜的话，你吃不要要去吃。小孩吃。那俺包的菜饺子，我这葱管给他。包了肉饺子，干肉，嗯，都惯着吃火锅，几十块钱一斤。应该这干豆角炖鸡吧？咱妈还是个贵人，我拿来。贵人也惯着吃火锅的。干豆角啊？嗯，这是这一把是俺老晒。这晚吃一顿饭。你俺老弄的，俺家也晒了。还有个小红裤帮子，切一个。大啊，你说咱嫩，大块你都管吃了？这纯玉米吗？不是纯玉米。管玉米管吃了，它是嫩，嗯。茄子不好了，反正，但新鲜啊。也种点茄子。嗯。现在就恐怕你没菜了。辣椒有点辣，要吃不了了。那说的你搁那甜。那恁的茄子能拿东西吗？俺的茄子，俺的是个纯鸡。这有你喜欢吃的呗，一大盘。哇。你与妹妹俩都。选一个吧，先选一个吃吃。快点给姐姐买点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分享一下吧。分享一下给妹妹。妹妹的。看妹妹吃哪？吃棒棒糖，谢谢姐姐。这是你姐姐呗。姐姐呢？你想不想姐姐啊？要不要给你洗一个呀？洗吧，洗一个吃。吃。先吃哈密瓜呀，还是先吃葡萄呀？葡萄吧。好吃葡萄，吃香蕉吧。奶奶给你洗一泡吧。先我给你洗洗啊。用面粉泡一泡。我给你拿了一罐这个糖水。腌的可好。腌好了。还没给你拿的这。去年那腌的，俺也是吃到早上了才吃完。今年那个那个。这个搁水里泡着，它不会坏。就是你如果吃不完，放到过年它也坏不了。是的，腌的俺也吃到这一年。小舅子买了鱼，不是也可以管吃的吧？红的好吃的。
炖排骨炖啥的，我给你拿点嫩的呀。哦，那可以。一掐都流油的那种。那些嘛，你哪地方能吃过嘞？几十斤吧。搁白了光圈儿，你再不，你这一次你，这可能就吃这一次了，下一次可能老了。不管吃嘞。我不知道。管吃。啥都管吃，小姑。还拉肚子吗？我说别再拉肚子了，咱最近不拉肚子了。这几个人是差不多都算是满月了。这个牛，咱的玉米我感觉都管吃了，给吃了。嗯。我感觉玉米。你不是都是老的吧？老家的呀。俺老家的鱼都老了，我管的是只有下雨才出的。谁做呀？有没有是浇的？这都是浇里出来的，这是只下雨才出的。下雨出的管，这是俺大哥的。这还是我妈的，我给她买的。你给小弟弟买的是吧？嗯，给姐姐买的。啊，你给姐姐买的。你买的给搁那里面这大姨买的。